聚会不无聊，开心到冒泡，一起聚会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金汉，在《鹤唳华亭》中饰演的是齐王萧定唐一角。不做演员会做什么？做生意啊。曾经用过的网购收件人的名字是？金喜庆。天天喜喜庆庆是吗？曾用过的沙雕网名是？初中时候用的 QQ 网名，酷帅拽。太帅了，风靡全球，万千少女。为什么起这个名字？小初中嘛，就酷一个符号，帅一个符号，拽又非主流吗？那种。谁是身边的购物达人？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比我会购物。我不乱买东西，从来不是不乱买东西，我是对其他没有什么太过于追求。鞋？没有追求。衣服？没有。包包？没有。车也没。护肤品？更没有。哇，那你过得真的好佛系啊。我对戏有追求，这是真的。有没有想过被人清空购物车？这个固然是好事啊，被人清空购物车这种事情真的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我愿意。我觉得你的小伙伴们可能也很希望老板帮他们清空购物车，毕竟双十二优惠也力度很大。可但是便宜点就行。你觉得女生腰多粗算粗？没有概念。腰围啊，我对这种三围都没有概念的。腿多长算长？腿长一米。你腿多长？一米一。女生体重多少算胖？130往上。女生无意之中扔了你最心爱的东西，你该说？扔了就扔了吧，别不开心就行。一直在减肥的女朋友突然某天跟你说，亲爱的，我胖了10斤，你应该怎么说？我说你就在我身边健康就好，我就负责把你喂胖，你就负责在家好好的待着。谢谢女友问你，如果你有1000块钱，你的前女友找你借100，我再找你借200，请问你还有多少呢？我想我还有800。我不是有800，我没有钱了，应该是前女友，我不会去管，因为毕竟没有大家没有关系了，已经也不会再去联系哈、或者去太多的羁绊。那你为什么没有钱了呢？我把我的钱全给他，你不用问我借。